主料，杯饼皮一张，苹果一个，辅料奶酪两片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杯饼、苹果、奶酪，苹果去皮，切小粒，切好的苹果放入碗中，加入奶酪，放入微波炉叮2分钟，拌匀成馅料。杯饼皮擀薄，分割成数个小圆片，包入苹果馅，捏合成半圆形，逐的包完全部饼皮，放入微波炉，调至微波薄快烧烤大，烤5分钟，翻一面再烤5分钟，至焦黄酥脆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烤制的时间根据苹果酥的多少个数适当增减。二、如果喜欢层次多，可以几张饼皮摞起来包馅，但烤制的时间要需要做相应的调整。三、喜欢甜食可以适当加入白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